大家好，我叫卢云平，今年17岁，目前在老爷球场培训，我就读和平高中3年级。你好，我是张轩凯，来自关西老爷培训队，然后现在15岁，就读景文高中1年级。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彩琪，今年是14岁，然后目前就读崇林国中的3年级，现在在老爷关西高尔夫球场培训。一开始是在差不多1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接触高尔夫球这项运动，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小学就有同学在练高尔夫球，所以他们邀请我们去练练看、打打看、玩玩看，然后后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所以才开始打球。刚开始摸到球杆的感觉就是很有趣，就是在那边乱挥乱挥这样，然后就觉得应该不会很难，但是当把球放上去开始准备打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我都打不到球，所以才开始练习。我从9岁开始打，一开始会打是因为爸爸有朋友就想要学，然后就想说一起玩，然后就玩出兴趣。第一次摸到球杆其实蛮快就抓到那个律动，然后其实就可以打到球，就蛮有成就感。我第一次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1号木，然后我觉得他那个头很大，然后觉得一定可以就是很简单打到球，然后没想到我挥很多次然后都挥空，很想要把它打得很好。一开始下场是学差不多1年的时候下，因为就是想说体验一下球场的感觉，然后后来有要认真打之后，感觉就是要找一个球场，就是可以磨练自己的经验这样，所以去年2019年3月就来考老爷球场的培训队。我是在15岁的时候才加入老爷球场，那当初我会加入老爷球场是因为就是教练跟我说，想要杆数下降是球场上面的经验跟球位上面的处理，还有短杆的部分，高斜的月赛。那个时候老爷爷才刚开始有新的培训队，就决定要参加。我是从13岁的时候加入这个培训队，那想要来老爷关西这个球场，是因为那时候比赛的时候认为说这边很漂亮，然后果岭也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想要挑战自己，然后想要增进自己的球技，才在这边练球。我们大概在民国95年的时候开始成立培训队了。那我们老董事长廖万英先生啊，他觉得要在高尔夫能够有所贡献啊，第一个就是举办公开赛。好，所以我们女子目前办了18届的女子公开赛，再来就是培训选手。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经营了大概14年的时间这样。培训这种东西就是要长时间啊，所以我们大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目前进入第二个阶段这样。那我觉得最辛苦的部分就是在心理这一方面，就是关于自己心理压力，不管是下场，不管是比赛，还是跟同场竞争的选手们的互动，这些我觉得都挺辛苦。平常下课或是补习完，然后晚上练球，那练完之后再比赛，然后结果这场没打好，就会觉得很挫折。但是，如果练的有成果，其实就会蛮有成就感。我自己觉得就是努力，就是本来就是成功的必经之路。那我觉得，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在下场跟球位上面的处理，然后才能够让我的杆数更降低，然后才有机会在能够有稳定的杆数，然后在每一场比赛都有好的发挥。我觉得最明显的大概就是球位上面的坡度的处理，因为我从小就是一直在练习场练球，然后球位都是很平坦，然后练习场的垫子都很球位都很好，所以感觉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下场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上坡跟下坡，然后还有当球位不太好的时候要怎么样一样的把球控制在果岭上面。我认为是在果岭上处理的方面，包括看坡度啊，然后看这个球它的来应线那样的，这都是我在这个球场学习到的。其实果岭跟果岭边是难度比较高的，那刚好我的短杆又比较差，其实在这个球场就可以做到蛮好的训练。因为我们领队的话，我们可以下场就是看他们击球，就是比赛这样。那他们打不好的话，我们
会跟他们讲说，叫他们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就是轻松打。那他们自己就是本身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个压力的状态下，他们可能就是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就会比较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打球这样。打多少？我跟你讲，一定不是动漫，应该是。Yes， 立刻回家。我很感谢我们球场的经理，还有我们的领队，他们给我们的好的资源，然后让我们这样子去练习。然后比赛的话，我希望我每天的成绩都可以很稳定，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关系，然后去影响到自己的成绩。蛮感谢他们的培训，然后让我们可以进步。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希望平均杆数个人可以打在75杆以内，团体的话当然就是希望可以得名。就是很谢谢这个就老爷球场啊，老爷集团，然后谢谢他们就是这么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就是让我们有这么好的培训队在这边练球。我希望就是在这3天里面，我平均可以打在75以内，然后个人可以前三，团体也前三这样子。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全力以赴，拿到好成绩。我们是老爷高球培训队，高尔夫球场精英选手对抗赛。10月31号晚上10点，请锁定博斯高球2台，一起为我们加油！